谢谢秀芳的喜饼，谢谢名字，就姓名吗？你喜欢谢秀芳的喜饼？哦，你喜欢谢了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收到一个从北京西瓜食品邮寄过来的快递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挺大的。你出去吧，确实。不会是月饼吧？哇，这下可办事了。哇，饺子挺大的。那做的还是啥？哦，茄子。这怎么冲掉？真的是，为了浪费大家时间啊！大家看一下外面的包装，然后打开看一下里面。哦，确实。嗯。哇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怪兽就是肯定好奇啊！大家看一下，给你新鲜好看，西瓜视频有你，感谢西瓜视频。应该是月饼，一盒一盒的，你想做啥？哦，直接是这样式的，它里面直接写着字，亲爱的你。它里面主要写的是西瓜视频，用户量超过一亿、两亿、三亿的时间点，没有什么东西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月饼。你这是西瓜对吧？红色的呀，这个是女的。嗯。旁边这里写着它的馅，然后背后写的是核桃芝麻口味啊，这个是紫薯的。那叫朱丽水呀。哇，这个也是我们用过的一种材料，椰蓉，奶香椰蓉口味的，莲蓉蛋黄口味，非常香。哇，好重啊！是啊，你平静掉。哈哈，北海道小松蜜瓜啤酒，这个是一瓶进口的啤酒，第一次见这种啤酒。然后这一盒月饼和这个啤酒看起来应该不便宜，然后比我们当地买的那些月饼都要贵很多，而且他们特别有心。就是让你吃这个月饼，喝着啤酒，大家一起庆祝的那种感觉。我们每年其实都是自己不买月饼的，因为买了以后家里人也没人吃啊。今年收到这个礼物真的是太惊喜了，就跟你自己说不过生日，但是别人给你过，那个感觉是一样的，感觉非常的好。真的非常谢谢西瓜视频，每一次过节，然后每一次换季的时候，都会给你邮寄衣服、厨房的一些用品。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很多西瓜视频送来的礼物了，他们送的礼物也是越来越大。等一下，我给大家再拍一个这个月饼和这个酒的特写镜头，让大家仔细的看一下。它这个酒是6瓶420块钱，这样一瓶的话就是70块钱，然后加用费的话是78块钱。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啤酒，等会儿喝一下，品尝一下。炫哪个？炫绿色的，很少，八块钱一瓶。好吃啊！哦，你这黑啊！